你。哎呀，哎哎呀！妹妹，晚上到家来吃饭。晚上是吃番茄炒鸡蛋还是吃黄瓜炒鸡蛋？黄瓜炒鸡蛋。我要吃番茄炒鸡蛋。给两个小可爱，你这样削的手，你怎么？干嘛那么生气？不会的，我很小心。不会啊。给你。不是，每次切到手不注意。下次看你这样切，我跟你说，我把视频一关，我直接打你，不跟你开玩笑，会吧？上次切菜的时候把手切的血直流，然后说我不关心他，然后跟我操哥说我不关心他，说我的手受伤了都不。把你皮削了，赶紧走。好、哦，菜做好了，你俩吃饭了。我不吃。你呢？吃。嗯，还是妹妹乖。你晚上饿着，好吧？好。嗯。好吃吗？嗯。阿姨烧的好吃还是你妈妈烧的好吃？阿姨烧的好吃。谁？阿姨。阿姨是吧？好。你来干啥？你别问他这种问题，影响邻里和谐。来，粉色的碗是妹妹的，妹妹的勺子。蓝色的碗是哥哥的。哎，你不是吃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别扒拉菜，打开手了。扒拉菜。打吧。你手伸来。手伸过来，还怎么了？谁跟你玩？不跟你玩，你跑走跑走吧。今天我们的宝宝是妹妹，今天是妹妹是我们的宝宝。你走开，你走。刚开始吃饭胖。走开。豆腐。嗯，咱妹妹多乖，还吹一吹。嗯，吹一吹啊，但刚开始胖。豆腐吃吗，妹妹？嗯。不吃豆腐啊？那吃鸡蛋好不好？嗯。黄瓜是吧？嗯，黄瓜要多吃一点，补充维生素，好吧？嗯。豆腐，嗯，真好吃。嗯，妹妹吃完了长高高。妈妈，我也牙牙。妈妈，不要太吵。妹妹吃完了长高高，多吃鸡蛋长高高，你看好大块。我也想吃鸡蛋。嗯，你吃两根黄瓜得了。我不怕大。你不怕糖，你真棒。我也不怕烫。多吃点肉，妹妹，那吧，再来一点鸡蛋。我直接用手吃。你直接用手吃啊？嗯。用勺子吧，用勺子卫生一点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我来用勺子吃。嗯。你不吃饭，妈妈她不吃饭，妈妈。你才没吃饭。我已经提前体验到了阿泰的感觉了，只要妹妹一来我们家，平底锅就开始争宠，她平时不是这样的。他害怕，嗯，他知道自己各方面各项目都比不上妹妹，他害怕。妹妹一来，他就在那疯狂的刷存在感，是不是？妹妹也感觉到了，是不是？我也是。你赶紧吃什么？你什么都你也说的就是你，说的不是我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哎，我的勺子，我的勺子碗里爬了。你俩怎么这么幼稚啊？啊？怎么这么幼稚啊？晚上了，不给吃了。嗯。还有那个勺子，哎呀，我的勺子呀！放上去，不给吃了，就坐好吧。嗯。我还要写作业。为啥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我看你现在怎么说服他们俩再吃。那个，吃点好啊，再吃一点好啊。吃一点点好不好？吃一点点好不好？把这菜吃完好不好？饭不准吃菜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有钱，谁吃完了我就给谁钱。这个你别光做动作不吃饭啊！啊，分开吃他俩都乖得很，在一起吃老费劲了。你这钱准备干什么？我自己去买玩具。嗯，我也想自己去买玩具。不要再生东西了啊！我再看到你生东西，我给你打一顿。不信，你不信是不是？你来，你到我这来。我的宝宝。你来。
手拿来。手拿来，放好，放到我这儿来。哎呀妈呀，这下没躲掉。还砸不砸？扔东西对不对？砸东西对不对？下次还扔不扔了？还砸不砸了？跟我道歉。对不起。我原谅你了。三分钟后，事实证明，熊孩子挨一顿揍是不够的，他们脸皮太厚了。